天的一个世间，明辨是非根本太难，财帛未必可给我壮胆，反给我招来多少劫难，时局未必可一眼看真，成败又怎可以问，有谁能猜得透情能变恨，令前程变遭遗憾，藉着信心不作罢，处处风险像喝杯茶，历尽困境才能会通天下，为何未可算神话，顽强地踏正途，我走过我的路，乱世跨出千里阔步，看天空有几高，情愿任世人话我还未够好，终于心里赤道，理智未跌倒，于心不愧，重情是瑰宝。买祝英局这主意听起来是非常好，但是我打听到工厂的炉具还有设备都非常的残旧啊。本来呢，我们做票号的打算买下祝英局，方便增加白银的成色，是很自然的事。所以之前我也曾经询问过，不过后来我知道接手之后要花一大笔钱去翻新。哎，老实说啊，在商言商，我觉得不划算。玉泰，你认为这个交易不划算？做生意小财不出大财不入，况且白银用久了一定要重铸，长远来说一定有利可图。这是当然，这是当然。不过平遥、太谷、祁县总共有22间票号，而祝英局呢，民营的有6间，官办的有2间，已经是饱和了。生意之道要择肥而食，既然现在拿白银去重铸所费不多，又何必未见官先打80大板，不如用这些银子去做其他买卖，应该收益会更大。买祝英局这件事以后再说吧。知道。玉泰，姜始终是老的了。哎，其实我说年少有为才对，我像润田这个年纪哪有这些心思呢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当说服了齐大人，运想的事有了眉目，再考虑也不晚了啊。来，喝茶喝茶。夫人，糕点准备好了，过去吃点心吧。嗯。咦，有个喜欢吃的云片糕啊。你最喜欢甜的点心？不是啊，我也喜欢吃咸的点心。这么大了就知道吃。娘，你嘲笑我。我是说正经的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也是时候要订户好人家了。以前呢，我们介绍几个公子给你，你都嫌他们满身铜臭。爹也是做生意的呀，这不一样啊。爹长袖善舞，而且文武双全，既懂得舞剑，又写得一手好字。原来你想嫁一个像爹那么能干的人。这种事缘分天赐，我只希望未来夫君可以与我志同道合，赋论诗词，畅谈音律，那就余愿足矣。好了好了，总之选到合你心意的为止。你最会的就是撒娇。婚约之事全凭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那个时候，爹和娘一点头，我就坐上了大红花轿了。是吗？姐夫从小在票号做事，而且和姐姐早已相识，如果姐姐不点头，难道爹和娘会绑你上轿啊？啊，你
我刚刚去过驻烟局回来。把药送过去了吗？到了才知道，烫伤的工人，连帮他的那个年轻人都被工头辞退了。这里有些银子，你拿去吧，给你疗伤用。我一心打算来山西干活挣够钱，就回老家盖房子，结果弄成这样。那起码你还有亲人呢。对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先送你回去，其他的事慢慢再说。小兄弟，乔老板，你们被解雇的事我已经知道了。回汝州路途遥远，像这样的木头车根本就不适合。老关，准备马车，再派人护送这位小兄弟安全返回家乡，尽量医治好他的伤。是老爷。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你的朋友交托，他不可以收这些银子，叫你留着以备不时之需。但是他就没银子旁身了。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安排妥当，你不用担心。祥子真是出门遇贵人，谢谢。举手之劳嘛，他最难得的就是遇到像你这样的好朋友，同甘共苦，情如兄弟。人生在世，最难得就是有人对自己好。对了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再找份活干，希望三餐温饱。不如来顶峰上做校习。校习就是学徒，你为人忠肝义胆，正直敢言，我们票号最需要你这种人。这位是二掌柜，姓方。二掌柜。我姓庄，是这里的文读先生，以后就由二掌柜和我教导你们票号的规矩，你们经过点名之后就会成为顶峰盛的校席。你招来山东烟台，参见山西平遥。康飞，山西平遥。戴宝，山西平遥。李晨，湖南长沙。张如，山西太谷。范子琪，山东济南。这个年纪似乎大了点儿。是蔡东破例收他的，如果他表现不好，一样照规矩开除。大家要知道，做校习并不容易，除了要尊师重道之外，还要侍奉掌柜，五湖四把缺一不可。所谓五湖，就是茶壶、酒壶、水烟壶、喷壶，还有夜壶。四把就是扫把、掸子、毛巾、抹布，每天都要定时定候准备，要服侍周到才行。知道了。另外呢，还要学习业务的技术，包括珠算、外语、记账、写信，要熟记银两的成册等等。另有自身的训练，例如守时、忠诚、重信义、克己为人，每日白天都可以在票号实习。山西票号指票号叶宁儿。做票号有三样东西不能少，除了本凭、图章，还有本银，就是标准的银两。各地的白银成色不同，重量不一，依据本凭多除少补，成色足就生水，成色不足就贴水，这才可以解决汇兑的困难。这堆五十两的银锭，庄先生不需要用秤，一拿上手就能辨认出是什么地方的。二四古堡，属汉武九二四。二四古堡，汉口武昌银锭，贴水。魏吴化银记分明足此。化银，桂林梧州银锭，生水。想要记得每个地方的银锭的名称和成色，就一定要背熟《砝码歌》。知道了。
哎呦，真冷啊！哎呦，啊，真舒服啊！哎，中间位子是我的。我睡你旁边。哇，真暖和！哎，哎，大家静一静啊！我有事宣布。那从今天开始呢，大家要同舟共济，同心协力。反正我们有很多时间，能不能学到东西了并不难，最重要是接近大掌柜。没错，那标号人事复杂，我们要过关斩将才能够留下来。所以呢，最重要就是看清形势。所以以后有什么事呢，记得要互相通报，那就不怕被赶走了。哎，我说话为什么不理我？怎么，装勤快啊？喂喂喂！哎呀，不用这么勤快的。哎，这上面写的不是砝码哥？哎，我看看看看。哎呀，是家书啊！喂，才第一天呢，已经开始想家了。看看他写什么，念给大家听听啊！念着听啊，给大家听听。求求你，别再戏弄我！别还给他，还给我吧，还给我。还给你，玩玩吧，干嘛这么凶啊？还有啊，别说我没提醒你，我们的家书由票号代记，千万不要乱写。如果让庄先生还有二掌柜知道你这么没用啊，你就完了。没错，所以一句话，跟着我一定没错。嗯。一命即起，侍奉掌柜，五湖四八，终日伴随，一丝不苟，谨小慎微。顾客上门，礼貌相待，不分同扫，不看衣服，察言观色，唯恐得罪。精于业务，修会精髓，算盘口诀必须熟练。有客实践，无客莫送，学以致用，口无怨言。每岁终了，经得考验，最所担心，铺盖之选，以胆学成，深谷入贵，已有奔头，双亲得位。我们又来了，只要上门就是客人，有什么能帮你们的？我们找到那张银票，麻烦你帮我们兑换银两。看清楚，是不是你们出的银票？你们认票不认人的吗？两位客官，你们能找回银票真是太好了。上次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姐弟太过激动，失礼了。只是一场误会，这边请。嗯，请。这是50两银子，请两位点收。啊，没错。麻烦你了。慢走，慢走。我现在去订茶叶，你负责买些日常用品。好啊。老板，我订的茶叶呢，你一定要准时交货，我5天后就回归化了。哎，行行行，小店后天就交货，会留些时间给客官做准备啊。我们的茶叶是出了名的好，保证运回去大家都抢着要啊。承你贵言了。老板。哎哎，又是你啊，要么就不见，一见就经常见到你，你在票号做事。嗯。哦，麻烦5斤大红袍。哎，送给哪位啊？是庄先生要的。哇，大红袍很贵的，还有5斤这么多，那位庄先生一定赚了很多银子。这还用说，山西的男人呢，有谁不想做西帮啊？一进了票号就等于出人头地了。为什么？从校席做起，一直升上当大掌柜的，除了工钱之外呢，还可以分身股，每逢账期还可以分红。我有儿子也送他进票号做事了，这是很有前途了。当然了，兄弟好好的做啊。记在票号庄先生的账上啊。行行行行，谢谢老板啊。哎，我也要走了，后天见了。喂喂喂喂，你等我一下。喂，你有很多工作吗？喂喂，我有事想问你，怎样才能做校席呀？我是财东给机会才进票号做事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外族人可不可以做？鼎丰盛在蒙古规划好像也有分号。嗯，你知道我们蒙古人以游牧为主，很多时候都要看天过日子，如果有一份安稳的活，日子就好过多了。漂泊的日子的确很难过。嗯，嗨，我5天之后就回规划了。但我欠你的银子还没还啊。算了，那么点滴珠。身为校席，我不可以带银子在身上。这样好了，我跟你再约个地方，待会儿拿出来还给你。说书人也说过，江湖救急，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嘛。欠债还钱，天公地道。汉人有句话，江湖是江湖了，他日江湖再相见，有需要我再向你拿。我有事情走了。
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要分道扬镳了。嗯，那我在这里跟你们两个干一杯。好，干杯。干干、嗯、好事成双，再干一杯。差点忘了，我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你们路上用的。什么东西啊？怕活吃，你倒挺不客气的。是啊，又不是很熟，还是客气点好，不应该收。客气什么，这里面是我的名帖，很有用的，你们记住把它带在身边，在你们回规划途中万一发生什么事，可以拿着它向当地的官府求助。好，这份礼物不错，我收下了，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不过希望你们用不着了。那这样吧，如果将来我有机会去到蒙古，就换你们两个好好的招呼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、张公子啊，你骑过骆驼吗？没骑过。那你怎么去蒙古？骆驼很难骑的。但是我会骑马。马跟骆驼不同，骆驼很高，又不会迁就人，随时摔下来粉身碎骨，还可能客死异乡。还有啊，骆驼身上的味道很难闻的，你这公子哥肯定受不了，可能会臭死你啊。哎呀，虎儿翅，你说什么呢？原来虎儿翅很喜欢开玩笑。来吃菜。好好啊。张公子啊，你打算留在平遥多久啊？平遥富庶不逊京城，我打算在这儿多留一段日子。说的也是，山西处处生机，留在这里生活的确不错。嗯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真儿，你妈。嗯，可爱的小鸟，哇，毛色真是越来越鲜艳了，难怪我们真儿这么喜欢你了。哎呀，水碟子歪了。还不快点把他抓回来，看看你们笨手笨脚的，做点小事都做不好。不用了，他飞出来更好，可以自由自在，让他到处飞。傻丫头，外面的世界看起来自在，其实风大雨大，有家里保护着才是最幸福的。哎，我回去叫锦贤呢，再买一对回来，成双成对，双宿双栖，不用一个人这么孤单嘛。又要麻烦表弟了。都是自己人了，姨妈不打扰你了，我去找锦贤了。嗯。我曾经跟你们说过，每天早上在票号实习，但是最重要就是到了夜晚要好好的自己温习。法马哥，我想你们一定背得很熟了，你背给我听。是。天津画宝松江经，文银出在广朝城，上扬。哎，不用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带宝你念。票色重贵足纹银，云南票定莫忘情。嗯，金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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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呀？
你就背不下去了。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？你也跟他们一样，背词给我听。二次孤堡属汉武，贵武化银迹分明，常闻州在湘潭县，长沙用相银出名，粗俗不堪入墓室，诚恐难记，随口诵。很熟，不过下次背呢要从头背起啊，分内是做得不好的人要处罚。哎，做了一天杂工已经很累了，回来还要罚抄砝码歌，真是要命了。我不更惨？你去了城里买了一天东西，我今天擦了整个票号的地板呢。哼，就你擦地板呢？我不是也陪你擦吗？现在两只手好像断了一样。哼，哈哈，哎，真是同人不同面。我们在这里罚抄，别人就游手好闲走来走去。想想不对，我们好像是被他害的啊。哎，我好像曾经说过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们所有人都背不出来，你却整首背出来，太没义气了，想干什么？我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。哦，你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没做到本分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不是这意思。你这个人不只抢了风头，还教训我们。哼，知道你能干，我们资质没有他好，可以背下整首。哼，麻烦你以后迁就我们好吗？哎，快抄吧，抄完早点睡。那你们以后用心，尽心尽力去学，如果表现好的话，就不会被处罚，是吧？是，知道了。我今天要教你们的是，票号在打烊之前有个习惯，就是唱数。所谓唱数呢，就是由大掌柜唱出每项出纳的数目，另外五位坐柜他们就要共用一个五人的大算盘，这样他们就可以互相加减对比，这个做法就可以避免有错漏，而且可以严禁有人动手脚。你们几个帮忙把算盘抬出来。是。哎，放在这里。哎，怎么会少颗珠子？今天谁打扫的啊？是我。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啊？今天打扫的时候还是完整无缺的。你这个人啊，做错事情还想找借口，你知不知道一个算盘对票号有多么重要啊？这是生财工具，生财工具有损坏就会损害到顶峰称号的元气，会流连不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好，我今天罚你不许吃饭，洗一个月马厩，你立刻给我出去。咱们继续。是你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蒙古人四海为家嘛，不是这样刷洗的。我来教你。马很喜欢人帮他刷洗，其实马跟人一样都有脾气的，需要爱护，人要跟他聊聊天。塞布鲁，你也试试。塞布鲁。塞巴鲁呢，就是我们蒙古语你好吗的意思。说真的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笑，见过你三次面，总是觉得你好像满怀心事，郁郁寡欢似的，多笑笑人也会开心一些。看我采到的百合花多漂亮。喂，你刚才呢说你没有好朋友，也对啊，你才刚来，不可能马上交到朋友嘛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范子琪。范子琪，你想不想跟我们做朋友啊？你先拿着。
你试试。他咬我。没事，不要害怕。他咬我。他不是在咬你，过来试一下。不行，不要害怕。不行，你过去吧。过去，来，过去，来呀。取运宜人，在下能够相贺，实属三生有幸。在下姓张，名崇文，敢拜阁下高姓大名。萍水相逢，何必追问姓名呢？有幸合奏，已觉畅快。小姐有礼。公子万福。如此良辰美景，在下忽然想起两句词：相逢不语，一朵芙蓉助秋雨。是容若词。人在玉楼中，楼高四面风。待将低唤，只为凝情恐人见。修尽小栏杆，夕阳无限山。便是有情当落月，只应无伴送斜晖。公子对纳兰性德的词很熟，不如明日再来。奴家或许已经想出下一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二表姐，我在这里呀。二表姐，表弟，有没有看到《饮水词笺》呢？是谁写的？纳兰性德的词集啊。其实诗词那方面我不在行啊。说的也是。表弟经常都要出去为票号找生意，怎么会像我一样有闲情逸致在家里看诗集呢？当然不是了，二表姐简直是知书识礼啊。是啊，你最会哄我高兴了。二表姐急着找呢通常找不着的，不如待会儿再找吧，我有东西给你看。来，快跟我出来。是烟花。嘘，你说过想学侠义英雄传的主人公放烟花的，我特地买来给你的，是不是可以现在就点呢？当然可以了，那快点点啊。哎呀，好美啊。你喜欢吧？嗯，不过呢，如果烟花再大一点，一定会更美的。没问题，我下次买个更大的给你。好啊，真是好美啊。你喜欢就行了。姐姐，茶叶被烧焦了，不能要了。原来是你烧焦了我们的茶叶，快点赔啊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自己也受伤了。你自己摔倒的吗？要不是那匹圣马，我会摔倒吗？还有啊，这块玉佩是我的家传之宝，价值连城，你赔得起吗？你的意思就是说不赔了？干什么？想报官啊？我们不会怕你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报官对谁都没好处。这样好了，两边都有损失，就当打和了。不跟你们说了，走了。你别走啊！不要追。姐姐，这个无赖就这么放过他？去票号找他有用吗？知不知道西方做事最重视什么？晋商认为诚信不欺就是经营长久取胜之道，所以他们将信誉视为高于一切。如果我们去顶风盛跟他们理论，他一定不敢不赔的。对呀，就算他不在票号，他们也会把他给找出来的。嗯。Thank you.
知不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？我们做票号生意的，虽然以利为主，但凡事都以诚实信义为本，只有不欺不诈，才能赢得信誉，基业方可稳固。这个不仅是我们票号立业依据，还是我们乔家的家规训令。我经常提醒大家，做人一定要注重道德修养，取义利而不行奸诈。你今天做过什么？我说我上山试烟花，不小心弄到一对蒙古姐弟的茶叶上面。哎呀，怎么会出这种事？我也受了伤。还有啊，连外祖父送给我的玉佩都摔碎了。姨父，他们的茶叶值多少钱啊？茶叶是你烧的，你就应该做出赔偿。玉佩是很贵重，可是始终都是身外之物。但是那些茶叶是他们用来谋取生计的。我们锦贤还小，他不懂得那些啊。哎呀，慈母多败儿，现在本爷帮我们管教儿子，你不要说话。出事之后你还居然溜走了，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？还有，当时票号还正开着门，你居然去放烟花，怪不得不见人，我以为你出去收账呢，还不快点向姨父道歉。对不起姨父。锦贤知道错了，算了老爷。经一事长一智，以后不要再犯错了。你看看你看看，大家对你多好啊，你真是不长进呐、啊！蔡东，你教训的对，以后我会对他严加管教。哎，说到底，他有错就应该处罚。办公时候办私事，实在不可饶恕，否则难以服众。这样吧，扣四分之一离身股，还要在薪金中扣钱赔偿给人家。应该。其实这一次没有人烧伤，已经是不幸中之大幸。姨妈，你记住叫下人煮点定金茶给锦贤喝。爹，珍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表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都是因为我想放烟花，他才会买的。如果要处罚他的话，请连我一起罚。真有这回事？是，请爹责罚。好，十天之内不得出院子玩耍。是。娘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是笛子声音。笛子。修尽小栏杆，夕阳无限山。便是有情当落月，只因无伴送斜晖。繁华如梦总无凭，人间何处问多情。你手上这两张对票，一张就归你，一张呢
就由我们票号储存。你叔叔拿了那张对票，可以去规划我们分行那儿取款。嗯，分行就会将那张对票寄回给我们总行，通知我们，汇款就已经汇兑无误。但是我们叔叔怎么拿到那张对票？票号的信期是十天一次，明天刚好是信期，我们票号的人就会将这张对票交到你叔叔的手中。但是票号认票不认人的，会不会弄错啊？认票不认人的做法是确保对票的真假。如果客人不放心，我们可以在对票上面加印上淘宝交付的印章，就是表示代表客人向取款人确保身份，以保汇款安全。小心为上啊。嗯，那就这么做吧。等一下我找人帮你们办手续。啊，乔老爷，你真是对顾客服务周到啊。应该的。哎，话又说回来了，烧茶叶的人是你外甥，没道理要乔老爷赔偿的嘛。景贤是我的外甥，我也有责任。再说景贤也是顶峰盛的伙计，为了票号的声誉，赔偿损失是我分内之事。嗯，你说的是有道理，不过说句实话，要我收乔老爷的银子，我心里真是觉得过意不去。姐姐，哎呀，我说正经事呢。但是呢，我们确实很急需这笔银子，怎么办呢？哈，我有个办法，我可以在乔家做下人一段日子，我弟弟当孝媳抵偿那笔钱，不能让乔老爷您损失吗？什么？我说真的，箭射出去不可以收回，承诺的话也不可以推翻的。那就这么决定，大家都没有占彼此的便宜。做下人很辛苦的，在此做事要刻苦耐劳。哎，这不怕，我们蒙古人不怕辛苦的。当然进来做事就要照我们的规矩剃头。我不剃头，大清律例准许外族可以保留自己的装束。这我明白，但是在顶峰盛就要守顶峰盛的规矩。乔老爷您放心，他少不更事，我会好好的教训他。总之呢，我保证我们姐弟两个勤勤快快，做牛做马都没有关系。哎，乔老爷，我们先走了，不打扰。蒙古人的性子真是率直，从来没有人敢对老爷这样说话。知不知道为何我会答应他们？在塞外生活，风吹雨打，非常辛苦，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，根本没有出路。看得出那个蒙古姑娘完全是为了她弟弟，姐弟情深。我们山西人重视的就是有情有义，懂不懂得把握机会，就要看他自己了。如果不合格，一样要走。为什么突然要我去做孝媳呢？之前你根本没有跟我提过。你不是经常埋怨叔叔婶婶刻薄，不想留在他们家做牛做马吗？现在得偿所愿了。姐姐最关心的人就是你，以前寄人篱下，现在可以独立谋生了，我们应该为将来好好打算一下。你不想回归化？游牧的生活已经够艰苦了，现在蒙古边境的地方又不太平，来到平遥之后，我发觉进票号干活真的很有前途。我是为了你才厚着脸皮问乔家老爷，幸好他答应了。我不知道孝媳该做什么，怎么办？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山西人相信从商才可以出人头地，如果你做得稳稳当当，就对得起父母在天之灵了。答应过爹娘的事，我一定不会忘记的。嗯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志在四方。但是呢，从出生到现在我没有剃过头，我怕剃了之后姐姐你不认得我了。那算了，你一个人回归化吧。姐姐。哎，没有关系啊，我就在乔家干活干久一点，没事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就证明给我看。走了。啊。哎，大叔大叔，麻烦你帮我弟弟剃头。啊，好好。哎，请坐请坐。姐姐姐姐，你乖乖的。姐姐坐下。姐姐现在就去集市买东西，晚上做好吃的给你。以后呢，我进了乔家，你进去票号，不能经常见面了。大叔，剃干净一点。好的，好的，你放心吧，放心。乖乖的听话。哦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高娃，哎，你还没走啊？是啊，我们打算留在平遥了。哎，边走边说吧。好。怪不得要留在这里了，我就猜到他会让你想起布仁巴图那个坏蛋。姐姐，别再一头栽进去了，伤得还不够吗？没想到这两三天之间，
有这么大变化？你觉得我太冲动了？你只是当机立断。我也觉得我这个决定是对的。求人得人，也算是一件好事。其实呢，我应该谢谢顶峰盛的乔老爷。票号财东乔本业。你也认识他？顶峰盛的封号遍布全国，也是山西票号之首。我虽然跟他素未谋面，但是我很佩服他长袖善舞，运筹帷幄。是啊，乔老爷真的很能干。如果虎儿翅能学到他一些皮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这个当姐姐的真是用心良苦。啊，对了，把你的名帖还给你。不用着急，反正大家都留在这里，来日方长。这也对，一定有机会见面的。你怎么了？我最近认识了一位朋友，大家志同道合，对乐韵还有诗词都很有兴趣。本来相约再见面的，但奇怪的是，对方没有出现。你有没有去找他呀？为什么不去找呢？很难得才能遇到投缘的朋友，不要放弃这个机会。